成都，四川省的首府。这里物产丰饶，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明珠。而在1949年底，盘踞在成都的国民党军却迎来了最寒冷的冬天。11月28日，匆忙逃离重庆的蒋介石飞抵新津机场，在国民党政要们的簇拥下躲进了成都。此时广州已经解放，在第四野战军的凌厉攻势下，广西也即将回到人民手中。西南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切断。面对这样的局面，蒋介石一到成都就命令胡宗南收缩部队，企图在川西节节抵抗，退往云南边境。但是这一部署，毛泽东早有预料。毛泽东啊，他要求我们解放大西南，在北线是吸引国民党军，在秦岭一带虚张声势，就贺龙率这个解放军第18兵团，在这方面摆出一副攻秦岭的架势。这二野的主力从湘西入贵州，切断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云南道路。早在西安解放之前，毛泽东就对贺龙的工作做出安排，由他率领第18兵团经营川北进入成都。1949年10月下旬，贺龙开始统筹入川的工作。他和周士第等人率领第18兵团在秦岭与国民党军队打打停停，将胡宗南部主力牢牢吸引在川北，以便第二野战军主力迂回穿插。不过这一诱敌作战的方针让前来接应的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充满了疑惑。看到他们不像打仗的样子，我们就很着急了。我就去找了贺龙。哎呀，我说我们四川的人民呢，非常希望你们快点南下解放四川，解放成都啊！啊，贺龙怎么说呢？他说我也巴不得明天就进成都，但是他说我们是不光是解放个成都啊，我们必须把蒋介石的最后的几十万大军呐、啊。要加以歼灭，这是中央英明的决策的。此时，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在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林芝的带领下，沿着红军曾经走过的长征路，解放了贵州大部分地区。胡宗南的撤退路线只剩宜宾和西昌两个方向，切断胡宗南的退路。把国民党军的残余部队合围在成都，成为第二野战军最主要的任务。为了进一步瓦解国民党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布了4项忠告，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这一政治攻势加上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一路摧枯拉朽，令国民党军将领开始考虑另择生路。蒋介石到达成都后，就龟缩在成都北教场的高墙深院内，这才能让他获得安全感。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及川南地区后，胡宗南以第7兵团在大巴山一线掩护，以第18兵团向成都急进，以第5兵团向成都以南开进，加强南翼防线。孙元良第16兵团西撤广安、岳池、南充等地，宋希濂及罗广文残部向成都及遂宁地区撤退。但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种安排已毫无用处了。四川国民党军起义浪潮的开端，正是来自川军的高层。刘文辉，四川大邑人，川军中著名的军阀。抗战期间，他作为西康省主席进驻雅安，
长期经营西康地区，不仅在民间颇具声望，在川康地区各路势力中也是龙头老大。面对这样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责难和渗透，而刘文辉也一直在寻找对抗蒋介石的各种办法。刘文辉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是在1938年4月，中共中央委派四川籍的吴玉章和刘文辉在汉口四明银行秘密会面。此后，刘文辉一直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1942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秘密电台在雅安苍平山下的观音阁设立，由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掌握，和延安直接联络。但是在国民党的环伺下，刘文辉若想举起义旗，还是显得势单力薄。邓锡侯和潘文华在抗战期间曾带领川军和八路军并肩作战，英勇作战的共产党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和处处歧视川军的蒋介石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他们开始频繁和共产党人联系，与蒋介石渐行渐远。抗战胜利后，为了准备内战，蒋介石让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邓锡侯出人出力。但是川军在抗战中的境遇，促使邓锡侯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抱有消极态度。不久，蒋介石就撤销了邓锡侯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邓蒋二人的关系由此破裂。1949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刘文辉明确表示愿意起义。中共地下党员即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复电：大军行将西指，喜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损失。10月底，刘文辉联络邓锡侯、潘文华商量起义事宜。12月5日，当解放军向成都迅猛合围之际，周恩来电告刘文辉等，起义时机已至，不必再做等待。在起义之前嘛，一个大动作嘛，就是邓先生下个指令，就苏军要出城，就把这些部队就安排在彭县、新都、广汉、冠县，就成都周围，主要是在彭县。彭县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彭州市，位于成都北部。起义的司令部就设在彭县龙兴寺藏经阁，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就在这座千年古刹秘密开展起义的工作。但是一直在防范川军的蒋介石逐渐对三人产生怀疑，见拉拢不成，他开始考虑更加极端的手段。我印象最深的就是6号的下午，是这个北教场这个侍从室打电话来，叫7号的下午4点钟啊到北教场开会。但这个会，邓先生也好，刘先生也好，潘先生也好，他们三个都认为这个是鸿门宴，切不得，那咋个办呢？想来想去，就是36计，走为上计。于是当天晚上，为了避开特务耳目，邓锡侯和刘文辉事先安排家人藏在城内，自己轻装潜出成都，和已在城外的潘文华会合后前往彭县。经过近3天的紧张准备，12月9日，刘邓潘率所部第24军、第95军和第235师，通过那部隐藏8年之久的中共秘密电台通电起义，正式宣布脱离蒋介石集团，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12月10日，惊恐不安的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从成都逃往台湾，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就在蒋介石逃往台湾的第二天，在川南古城宜宾，一位始终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将领发出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对解放军合围成都的进程有着怎样影响？发电报的人名叫郭汝瑰，他曾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在抗战期间因表现突出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曾两度出任国民党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而这位官运亨通的国民党军要员，却在1945年12月找到时任中共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我就说我是1929年的共产党员，我以后没失掉的联系，我要请恢复党籍，我今就到延安。董必武就说啊，一到延安去就是一个人，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我们的人要打入这个国民党的领导改革都不容易，你现成的在那里工作啊，比到延安做的工作就有效得多。于是郭汝瑰与党组织一直保持联系，做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三大战役期间，他凭借自己在国防部的特殊位置，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情报。三大战役胜利后，党组织建议郭汝瑰设法争取到西南去，关键时刻举起义旗，瓦解国民党军。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郭汝瑰利用和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私交，主动提出降职出任军长。在经历的一番波折后，蒋介石最终任命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官兼第72军军长，并立即开赴四川。宜宾这座处于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汇合处的古城，自古就是四川的南大门。这里不仅可以侧翼掩护国民党军主力在成都平原与解放军较量，也是胡宗南计划退往云南的通道之一。郭汝瑰的第72军刚好驻防宜宾，当第2野战军第5兵团兵临城下时，郭汝瑰按计划于12月11日宣布起义，对人民解放军敞开了四川的南大门。随着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相继起义，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已毫无招架之力。对于势如破竹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此时最艰难的不是打仗，而是赶路。我们部队整体的任务呢，从南线对成都实行包围。成都当时是国民党在西南地区最后一个守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战斗的信心了，说我们部队啊，多半是采取这个连续行军、急行军的方式前进的。进军途中，从贵州方向入川的第2野战军第5兵团，穿过川黔交界的山区，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国民党的长期压迫和欺骗宣传，让这里的民族隔阂非常严重。人民解放军依照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8项注意和民族政策。严明的纪律、整齐的军容，人民的军队、解放军和蒋家王朝的国民党军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解放军文明之师的举动，少数民族的人民也慷慨相助，贵州多雨，道路湿滑，他们就把路面撒上稻糠，以免战士们滑倒。山区道路复杂，他们就主动当起向导，为解放军指路。这一对苗族青年
他们热心地引导我军通过小路，并且告诉了我们蒋匪军逃跑的方向。在向导的引领下，解放军官兵们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了集结地点。1949年12月8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向乐山挺进，成都战役拉开序幕。竹园铺是井岩县的大镇，位于通往乐山和成都的交通要道。从川鄂边逃来的宋希濂残部驻扎在这里。很快，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到达这里，对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竹园铺以西的青蛙山和国民党军指挥部遥相呼应，也是战场的制高点。这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战，双方激战一昼夜，最终在12月14日，解放军夺下了青蛙山，对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今天这里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园，牺牲的69名指战员的雕像和墓碑静静矗立在这里。对于这场战斗，当年只有17岁的李来柱仍然记忆犹新。这个实力通知着教练插进去打他，很快的我们一个团的这个一个连长就插到他团指挥部，把这个团长啊给打掉了，而后呢他这个部队就消灭了。自此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国民党军覆灭，解放军杀开了一条进军川西的血路。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乘胜向西进军，强渡岷江，进逼新津和邛崃。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则占领了古城乐山。就此，胡宗南逃往西康和云南地区的道路被彻底切断。同时，在川北，第18兵团的将士们兵分三路，踏过千里飘雪的秦岭，向南疾驰。20天走了2000里，最远的一天呢走了180。在路上呢追击的时候啊，国民党啊，胡宗南部队都这个为了阻止解放军这个进军呢，他埋了很多地雷啊。我们呢就怎么办呢？就沿着前面脚印走。第十八兵团中路军第60军于12月14日攻克广元城，接着攻占天下雄关、剑门关。12月18日解放剑阁县。第十八兵团左路军第61军于12月21日进占巴中。第十八兵团右路军第62军于12月22日攻占江油、中坝等。至12月21日。解放军将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团团包围在成都地区。战场的失利令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民主力量的迫害和镇压。成都城内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氛。四川大学当时被称为西南民主堡垒，在重庆扎子洞牺牲的江主军应党组织的派遣，在川大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开展学生运动，这所学校也自然成为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特务冲进了四川大学抓捕进步人士。如今以90岁高龄的黄桂芳老人见证了这一幕。我们叫420大队部把川大完全包围起来，根据铁路的掌握抓人，抓了这个当天主持会议的于天觉同志。在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当局下令杀害被关押的学生和民主人士，制造了12桥惨案，包括学生领袖于天觉、中共地下党员毛英才在内的32人惨遭杀害。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高级将领见川西决战落空，纷纷逃跑。
12月15日，顾祝同飞往海南岛。18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孙震、杨森由成都飞往台湾。12月23日，胡宗南丢下部队，乘坐飞机逃往海南岛。一批群龙无首的国民党军将领纷纷选择了起义。就在胡宗南逃离成都的当天，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学员黄埔23期彻底抛弃了蒋介石这位校长。对，我们这一期的学生是3000多人，加上高级的军官呢，还有一些学兵，加一块大概有14000人。所以我们呢，在郫县啊，由我们当时的教育长李永忠、总队长肖平波带领我们这个师生啊，通电中央，这个宣布起义。但是接替胡宗南掌握国民党军的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却企图做最后的顽抗。李文带领成都的残余部队，沿川康公路向西昌突围。当行至成都西南的蒲江县时，却钻进了解放军布置的巨大口袋。蒲江县的五面山是成都战役最后的战场。为了打好这最后一仗，解放军将士们热情高涨。战斗英雄桑金秋突袭敌营，留下佳话。桑金秋奉团长的命令，带了一个连120多人，很隐蔽的穿过敌人的各种封锁线，国民党军那些迷迷糊糊的，这一个营300多人被剿灭，然后还有一个国民党青年营，还有300多人还在蒙中，也就被剿械投降。至此，仍不死心的李文一面派人假意与人民解放军谈判，一面继续命令部队向解放军阵地进攻。为粉碎李文的阴谋，12月26日4时，第二野战军前指命令各部队发起全线攻击，国民党军李文兵团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李文看到不得法了。27号的，下午2点过钟，大旗摆起，带起他的残兵败将10000多人，然后才投降。至12月27日，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5兵团第7军50000余人，俘第5兵团司令官李文，成都宣告解放。成都战役自1949年12月8日开始。至12月27日结束，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共歼灭国民党军30余万人。就在成都解放之时，刘伯承、邓小平下令，先行抵达成都周边的第二野战军一兵一卒不得进入成都市，原路返回重庆，将入城的光荣使命交给了贺龙领导的第18兵团。贺龙做了非常详细的安排，叫他的那个秘书长石先呢，就叫我陪着他一块儿先进城，把各个总战略要地指给他们看，然后他马上回去就派部队进来，把那些所有的战略高地占领了。1949年12月30日，人民解放军盛大的入城式如期举行。贺龙率领第18兵团一部，从成都北边的四马桥进城，受到了成都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成都沉浸在了欢庆解放的热烈气氛中。贺龙呢，他说你来坐在第一个吉普车上，在前面给我带路，然后呢是他的车子，哎呀，进城以后啊。那个热闹环境呢，我想是用不着再做什么描写，就是全部的这个全城市的这个几乎都出来来表示欢迎。解放军在中间走，凡是解放军经过的地方，路面上全部是塞满了各种人，我们都在那个
正在那种人群中间找个小地方跳跳舞，啊，欢迎。成都的解放使60多万成都人民告别了苦难，迎来了新生。成都解放后，成渝铁路修建、都江堰复修等重大工程先后开工，给天府之国重新注入了活力，揭开了四川历史的崭新篇章。